路透社独家报道说，美国政府呢正在考虑修改相关的规定，加强贸易黑名单对华为的限制，阻止更多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出售给华为。外界评论认为，西方国家封杀华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远甚于纳粹法西斯，而华为就如同是中共的高科技潜水艇。今年五月，美国商务部为确保国家安全，将中国大陆科技公司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部分美国产品出售给华为。日前，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披露，虽然华为被列入贸易黑名单，但根据目前的规定，一些关键的外国供应链仍然不受这一黑名单的限制。因此，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相关的两项关键规定做出调整，以阻止更多外国生产的产品出售给华为，加强对华为的封杀。华为这个高科技贸易公司呢，有如中共的高科技潜水艇，已经在世界范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如果再不去断绝跟它的商贸往来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的话，整个世界在高科技领域可以说是被中共摸清了底，是被它完全渗透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分析指出，实际上，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华为的限制不仅仅事关商贸关系，最重要的是事关全世界如何看清中共政权。我们可以假设，今天哪一个国家会与纳粹法西斯进行这样的贸易？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政权事实上是远远甚于法西斯纳粹的。如果看清了这一点，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自然就明白，必须要彻底断绝并抵制与中共控制的这个华为高科技公司进行贸易关系。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贸易黑名单之后，英特尔、赛灵思和美光等全球主要供应商纷纷暂停向华为供货。但不久前，他们在评估哪些产品不受限制之后，又恢复了对华为的部分供货。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美国的禁令呢，实际上在执行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漏洞的。那么如果是实施新的制裁，就会呢是美国的禁令得到严格的执行。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商务部及相关机构正在考虑修改的其中一项规定，被称为最低含量计算准则，也就是海外生产的产品所使用的美国产品和技术，如果达到一定比例，美国政府就有权对其出口进行限制。此外，美国政府也计划扩大直接产品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基于美国技术或软件的外国产品需受到美国的监管。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决定做出上述修改。如果这些修订得以实施，将使美国政府有权对销售给华为的非敏感产品进行监管，例如采用美国技术在海外生产的标准部件、芯片、软件等。去年12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进行金融欺诈，在加拿大被捕。为逃避制裁，中共一直号称华为只是普通的私营公司，与中共没有关系，但中共自己的很多表现却常常自曝漏洞，清晰表明了自己与华为的特殊关系。比如事件爆发后，中共立即动用国家力量抓捕多名加拿大人作为报复，并一再威胁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上周四，刚刚就任中共驻加拿大大使不久的丛培武更亲自前去探视被监视居住的孟晚舟，为其撑腰。中共驻加拿大大使能够本人亲自出面去看望孟晚舟，那显然呢，孟晚舟以及华为公司对于中共这个专制暴政来说，确实是有着不同于寻常的意义。同时呢，他的这种做法也会再一次提醒国际社会，要看清孟晚舟的身份以及华为在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当中的地位。11月22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投票一致决定，将华为和中兴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项目资金购买来自这两家中国大陆公司的设备和服务，